来爆个头，必须是麻辣味道的啊！上上料，觉得有食欲的话，一定要给个双击啊！嗯，皮太结实了，一口差点没咬动。不好意思啊。来两个溜光水滑的小爆头，看看有没有黄啊，有黄有墨记得给我个双击。怎么没墨？看看这个，嗯，黄金。来两个超大号的老虎虾。一只虾吃掉了两天的生活费，老铁能不能给个双击？大家今天吃点硬菜，麻辣海鲜冒菜，就是麻麻辣辣这一波温热都要流口水了，然后再开一个小饮料，望美好，寓意生活美好。那我祝姐妹们赚大钱。好喝，很浓的杨梅味，还有一点点气泡口感，就是很带劲。我再来做一个小特调试一下，加点冰块，鸡尾酒，哇，好漂亮，今天晚上就是微醺一下。哎，好好喝，我不是在这吹牛，就是一口喝下去，嘴巴都是那种清清淡淡清新的感觉，想死谁了，想死我了，我准备好品尝了。嗯，真老呀这种。我就可喜欢吃这种小扇贝，真不错。这个好好吃。大扇贝最好吃，很清爽。我本来是冲着它这个瓶子颜值去买的，没想到就是意外的好喝，就是那种很纯粹的果汁味，清清爽爽的，特别解腻，而且有一种酸酸甜甜的味道。啊，是半只，我以为是一只，半只就半只吧。嗯，好好吃，怪不得卖这么贵。
冰块很好喝。白千层吃冒菜火锅必备。那边真好吃，啊，它这个配料表好干净，全是各种果汁，没有添加剂，还挺健康，可以准备多买一点放在冰箱里面。好了，拜拜，不吃了，咱们没啥好菜了，剩下全是粉丝，所以我明天热一热再吃吧，然后我再用糯米好这个瓶子插个花，拜拜。我们下吃拌面。小面很有劲道。